康熙今天帮宅男打造了他们很喜欢逛的公仔店。嗯，我们现在陈列出来三个娃娃呢，在我们的娃娃专用的盒子里面。好，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三个娃娃吧。你觉得这第一个娃娃应该有打玻尿酸吧？本来是娃娃也不会记忆这些啊。那也是，就很任性的批评娃娃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不过真的是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娃娃才对吧？是。我们等下要把价目表写在这里嘛，就是看哪一个娃娃销量比较好。来看中间这个娃娃。中间这个娃娃应该是以我的那个外形打造出来的吧 ？OK， 就是模仿 S 版的娃娃。对，小 S 公仔，可是又做的没有本人好看。我都没有勇气再带你看第三。你干嘛跟娃娃扮鬼脸啊？你走。这个娃娃半夜会起来杀我。我真的这个娃娃属于那个灵异路线的，杀气好重哦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没有盒子的娃娃，好丑的娃娃哦。我觉得这娃娃脸部做得很坚固，用相机拍他脸应该没有问题。是啊，他的嘴型是要让我们放东西进去的。还是有点瑕疵。所以是会说话的娃娃。会说话的娃娃会不会怕？哇，新年快乐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把 Dream Girls 装在我们的箱子里面，是因为对于很多男生来讲，他们就是梦想中的洋娃娃。嗯，然后呢，他们三个人跟我们说，就是他们觉得演艺圈的男生如果号称是喜欢他们的话，一定只是为了捧他们的场，不是认真的。所以等一下考验一下这些男生对于他们的喜爱，有到什么程度啊？我们现在把这三个男明星给请进来吧。耶，欢迎三位。OK。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了，他讲过很多次他喜欢。我们可以先逛一下我们的娃娃店，没有关系。哇，这个娃娃好啊！你为什么会露出猥亵的表情呢？那也不是猥亵表情，那是一个很想买一个娃娃的表情。你们是不是真的很想要买这个 size 的娃娃？哇，这个 size 娃娃肯定是太……这 size 真的很精彩哎！这个包装很好。先把宋敏晴的盒子打开。好，好。先把宋米奇的这个盒子打开嘛，哈，开箱开箱，哎呦，我哦，开箱了哈，来来，不是你进去，老板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丹尼斯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有办法装进去吗？我会尽我的所能装我自己进去啊，麻烦你，天气这么冷，蛮适合，哎呦呀，你不可以猥亵到你的女神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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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市面上有卖这种一对的娃娃吗？我是不想要买男生嘛。对，这样就出现拜年的现象。哎，丹尼斯，是，你可以摆一个比较像娃娃情侣的样子吗？对，他没有娃娃的感觉。我觉得他影响销量。你为什么有游客的感觉？我已经完成每个男生的梦了。我觉得大木可能会比较像。啊，大木，你的女神是中间这位。对。好，麻烦你试试看好吗？妖怪帮他打开来。安妞。大木有没有办法比较像娃娃？老师请。哎呦喂。好挤啊！哈特利。他是蛮像吉娃娃的。吉娃娃。真的，大木，你如果在前面半蹲呢？我觉得他的肤色不够像娃娃。对，好，大木算了哈。来，我们剩下最后一组来试试看。潘姐，你要加油哦。OK。你真的蛮有洋娃娃的感觉啊！你应该会成功，你可以吗？等一下，你帮我拍个照。OK。还是你自拍？你从外面。我不是官方景点，你干嘛去拍照？先把娃娃样子先好，娃娃样子。班姐，你要加油哦，好，你要像娃娃。你像我。那这种拍，阿爸好。班姐很像娃娃。好像一组的哦。对呀。肯尼。肯尼。这一组超像娃娃的。所以成功啊！我们再把妖怪塞进去会怎么样？他是要塞进棺材吧？你的棺材拍了没？你拍了，拍了，我拍了。所以班姐为什么要拍这个？因为这个是所谓的派利德卡，
那当时那个他出卡的时候，只有10张真正的拍立得，你可能会抽到，但是我都没有抽到，所以我去买专门买那个拍立得卡的相机，是为了照出有李玉芬在里面的卡。That's right。所以这会是你独一无二的卡耶。那一天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我也刚好有2张也有拍到。太好了，成功了。第一盒感觉是放在百货公司卖还情有可原。对，第二中间这盒呢？中间那盒就是芭比娃娃及它的宠物。许爸爸。第三盒就是手下留情啊。第三盒就是游客硬要闯进芭比娃娃的家里面。捣蛋。哎，我现在如果把他们三位女生请出来，然后你选一盒站进去，你会像娃娃吗？哎呦，我多像娃娃啊！就是娃娃。那我们先把君哥请出来哦，来欢迎。好 ，S， 好热哦，真的。哎，男生也出来啊！男生太什么？像话吗？我们要参观一下小 S 当洋娃娃哈，你要选哪一盒？这一盒吗？我随便。OK， 麻烦你。我帮你拿手卡。来，我们关起来看看哈。这太假了！没有娃娃摆这个 pose， 太诡异了吧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性感？啊，对，这样比较像娃娃。好了啦，我们是提供不同的服务的娃娃。你忽然有色情意味，有，好尴尬。过功能，你可以自己按那个钮设定。好，我们今天让三位女神她们的喜欢她们的男明星要一起拍照，等一下会请摄影师来展示他们在摄影棚里面拍出来的作品。好，欢迎六位，请坐。Yeah！